还是怎么着？主题大作，啃主题是大题小作，考主题是小题大作，啃主题是大题小作。长影一层约会间，有家大猪蹄，一经开业就爆满，人多齐齐齐。店名叫小题大作，名人来致辞，烤出蹄子味道好，不服比一比。卤猪蹄、护心肉、沙干串、烤里脊、小零食、五花肉、鸡胗串、烤猪皮，几十种小吃，处处是惊喜，几十种味道，口口是惊奇。烤猪蹄是小题大作，啃猪蹄是大题小作。